理一下主教练的职务吗？暂时不知道啊，反正呢，戈尔能力肯定没问题。咱们广厦队还是跟之前比赛一样，一开始是全华班出场，这就是您提到的 Prosper。对，咱们之前也说了，他平时啊，攻击手段还是以这种就是五米左右。并且呢，现在这个大外呢，这个断了刘征，他反击。但是你现在呢，因为没有小外援推进啊，所以这个整体的进攻速度上不起来。吴英秋，好球，高举高打。哇，威尔斯，哎，又一个。这也就是说呢，有的时候你说整体的防守体系啊，包括球员都不是不努力，但对方能力就是摆在这儿。这段元浩水平还在，好球，篮下不错啊。哎，咱们有咱们够。漂亮，侯望月跟进反超了。单打过几个之后啊，广厦队这边防守也做出相应的调整。哇，再给45度三分球，好球，漂亮！今天广厦的第一个三分是吧？第一节还是说面临国内球员和新外援磨合，好球，好球！哎呦，打球真棒啊！啊，就是这个，哎呦，好险！嚯，这球好像是乌龙球，那个3-2。3-2转3。对方频繁的外 AJ 盖掉了，没时间了。哇，孙明辉有关系，失误了，本机早点出球。哎，没问题。从技战术角度来看，好球！刚想说啊，菲律宾球队攻联防能力一般，但这次是好的。终于给了一低位，往里凿，背身，好球！哎，说一不错啊，这球埋在这个叫 Zero 的。还是有点奇怪，因为阿伦杰克逊他不是一个无球能力很强的人，或者说我这接球运一下，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。你看啊，这个距离他都是选择这种高难度的后仰，能看 PBA 球队的比赛。又给他低位，还是在这投。哎，果然，你要是看了他这一场比赛就会怎么样。不管需不需要，好球！哎，又断了球！哎，好杀！看看反击二打，漂亮！球位啊！得单手做假动作，还是由防守带动进攻啊！啊，菲律宾球队打停了，可能从身形上没有另外两个那么像五号位。他怎么再来？专门给他做凿，好球！还是有挺多很接近得分的球啊，在篮筐里涮，来不来去弹？好球！这弹一下，漂移打进，难！小个给大个一掩护，然后哎呀，看到自己秀一下，想够一下。失误了，
四打二，好球。嗯，好球，滚球。哎呦，好险！大球，哎呦，手感柔和、啊。对，这球实际挺……嗯，这个雷诺兹防得很聪明啊。第一次对方，哎，这没办法。大球，再来，这一看就是练的。今天俩三分了吧？可有信心了。球，你想象一下，当胡金秋做持饼以外，能持球杀，能投三分，太全面了呢。好球，好球。就我这么一想啊，我觉得新赛季这个得把胡金秋给换了，值得期待啊。行，兄弟啤酒人这阵进攻的成功点对抗，这变形手型变得很厉害。菲律宾电信呢扔得更夸张，站住，打平了，等于对方打一7-0是吧？哎，今天刘铮确实攻的不多。对，然后 AJ 这边也示意刘铮是让他这球喂给胡金秋啊。反超，明显就是现场的。空中调整能力真的是强，队员通过自己的调整。给的漂亮，有点小，哎，大球还是利用自己的高度和灵活性啊，收缩发球线，嗯，险些差了一点儿，这球中锋还是应该扑上来的，两次了。反超，好球，底线空线，反倒是现在。好球，也需要艾伦杰。漂亮。就反正的这个外援啊，或者说美式球员，他的这个受伤之后啊，很多想法其实跟咱们国内球员不太一样。他不会说我蓝领四号位，还是给大外援。就对方防得很明确，就是我放你两步，你后撤步投。我说您确实今天这个比赛时间也早饭午饭晚点晚饭早点。好球，好球，后半了，那有可能就不打了呗。嗯，但是罗密欧是上来了，但是他上之后还变向，好球。嚯！胡金秋跟进补扣，哇！这个没办法啊，该给的要给。尽可能小这种伸直了胳膊、手腕一勾的这种小抛射会比较稳。再杀！嘿呦，这球我看到阿联的影子了，一点点顺风球的半转换。好篮板，早点出球啊！轰，这是准的。来吧！来了，五加，防的还不错。嗨，哎呦，这是雷诺兹篮下篮板球丢了是吧？所以咱们从一开始就您看啊，这雷诺兹你有位置，然后呢被对方从。没时间了，不分好球，很耐心。这是他的点，真稳、啊。这是他的点。
不进来。哎呦，这得一下让。AJ 自己来，还不敌他中距离投高难度后仰。篮下两个人扎堆了。哎呦，分球哟！哇，真快啊！但是诺斯这在场上有点耽误事儿。防守队员都要快。又差点丢一个球，哎呦，哎呦，化险为夷，化险为夷。这边广场这边压节奏了，但是你现在只领先五分啊，还有两分钟的时间。好球，漂亮！来吧，二压一，好球！这是今天广厦打的最流畅的一次进攻啊！次进攻啊！哦，哎，罗明把球交出去了。还是往里杀，小心哦，嗯，千万别违体。着急，哎呦，这球要被打反击了。线抢一个，哇，这还真是不好说啊。调整能力挺强，他这球起跳时候。哎，这是谁的人啊？还要两分那对方好、哦、啊，还是要两分、哦、还进，这难道要指望广州？那这比赛说实在的时间基本已经不够了。哇，厉害，两秒。你这种时候可以换一个就是罚球比较准的阵容上。